在 Steam 上也备受好评的 Tesla Guard 现在也正式登上手机平台咯。这是一款利用正负极概念来游玩的益智动作游戏，玩家将可以用手上的道具来改变物件或自己的磁极，借着磁极特性来闯关，像是利用同性相斥来敲击铁质平台，让它成为你的交通工具，又或是利用异性相吸的特性攀附在天花板上避开致命的电流。想要通关这款作品，除了要有高强的操作技术之外，敏锐的头脑也是不可或缺的哦。